出现的时候是当你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就是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。因为虽然一开始进到社会里面，总是会有很多需要你抉择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很不知道要做要选择哪一个，究竟要梦想为主，然后把现实生活丢一边，很潇洒说：“哎呀，我不输要紧啊！”这样，还是说呢，好好的顾现实，然后就死命活命，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，那用一点微薄的薪水去养自己的梦想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哪一边？哇，你写这种跟我啰嗦，对，有点啰嗦，因为就是要知道要讲很多话，所以我之后把他的词句再加长了两倍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哪一边？说现梦想是什么？摩埃及啊，怎么可能摩埃及？摩埃及会枵死，我徛伫遮，唔就是为着钱。嘛是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彷徨。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告诉自己不要怕啦。好像废话哦。好 ，OK， 大家可以听看歌词的内容。这首歌是我作词作曲，然后大家一起完成。可是陈真贝斯手哦。Thank you.
谢。刚发生一件蛮好笑的事情，你没有看到那个志伟跑过来吗？你把我要唱的歌词夹起来了，完全没有帮助到我，不过还是很感谢你。